欢迎来到空调小教室，我是老柯。今天带大家来看民国93年的东元。刚刚片头大家应该有看到吧？没看过等等还会看到，那铜管出成这样，而且颜色也不一样，代表以前真的真材实料啊。一般来说，铜加了锌反而会变得更漂亮，相对的可以晃点你们这些脑袋简单的师傅，以为这很亮很漂亮的铜管很纯。师傅们脑袋要用啊，知道吗？不会用没关系，看老柯影片就会用了。
仔细把这幕记下来，以后会用得到哦。记住颜色以及厚度的程度，以后看我的影片，记得每个品牌的厚度与亮度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自己理解，自己体会吧。我能说的只有这样了。看看这个品质，十几年过去了，材质一点都没有老化现象，真不愧是老东元啊。对于新东元的看法，可以去看我之前那一集，点右上角连结就有，要看自己去看。
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空调小教室老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